位于旧日鹿港最热闹的中山路上，鹿港城隍庙见证着鹿港的百年繁华。建于清朝乾隆年间，数百年间抚慰了无数信徒的心。这里香火鼎盛，有非常多的灵验事迹流传，也充满许多古文物。特别的是写着善恶分明的铜镜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这里的古匾和对联等都充满历史价值。门前的石狮是道光年间建造，神韵生动而雕刻精致，来参拜时可以仔细欣赏。